这就是我们家母老虎的表妹，啊，她就是表妹，没错。不像啊，郡王，我再近处看过她的皮肤，那叫一个吹弹可破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家母老虎长那样，这表妹长这样，你看这不像，绝对不是，这个太美了。她是柳天拓将军的侄女，这次来京城是让我媳妇儿给她寻一门好亲事。 哎呀，你说我正发愁呢，这么好的姑娘，我给她选哪家的亲事呢？郡王，郡王，走，来，坐这儿，走。哎呀，郡王，你上次不是看中我那套唐朝的张轩侍女图吗？我今儿晚上就给你送过去。郡王，郡王，以你的高尚人品，还有江湖义气，以后刘某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郡王，郡王，郡王。 咱们可是亲上加亲啊，然后我要是娶了表妹，那我就是你的表妹夫了。你娶什么亲？哎，就我怎么就不能娶？为了她，我满人粉黛都可以不要，一心只为表妹。郡王，你就成全我嘛，求求你了。瞧你们那点出息，你们就不怕我家母老虎的狼牙棒？嗨，玄铁鞭拦不住我追求爱情的脚步啊！对呀，狼牙棒也挡不住我怒发冲冠为红颜呐。 哥哥呀，亲家，哥哥，求求你了，那就看你们的表现吧。哎，凉快吧？哎，吃花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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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